从上面走，那我咋上去呀？我爬上去是吗？你确定这能从他眼前过吗？我明白了啊，我明白了，这个老师啊，他的速度是很快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。我们必须也得用速度来战胜他。我们不用速度战胜他，哎，我们用速度来战胜他，嘿。只差一点点。我们需要怎么的呢？在他把这两个肝儿跟一个心脏安上去之前，我们就得走掉。哎，你看着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啊？你在干什么？哎呦，老师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！这不是只有一关吗？你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哎呀，给我蹬走！我操！我啥也没干呢，啥呀？我都没动啊，我都没动他。你这有点过分了，我这连动都没动一下子。快点，你赶紧把那杆儿给我装上来，把它这背。看不见我，哎呦我，他的警惕性也太高了。换第一视角，怎么换第一视角？不跑，那不让他抓了吗？不跑。按 Q， 按 Q 和 V，V Q 净放屁！这游戏上哪调低视角，跟精神病似的。我不跑了啊！这回我指定不跑。我肯定不能，我肯定不跑啊！哎，我没跑，我都没跑，我没跑。
干啥呢？你跟我藏猫猫呢？你的心脏还你的心脏还装不了？快点装心脏啊！连走可能都不能走啊！啊，原来如此，他会往右边走呢，这早说呀！那这不随便躲了吗？这。别着急啊、哦！哎呦我操，他过来了！前方高能，啥高能啊？前方没有高能，前方有高能。嗨，你自闭？这怎么回事？这，我想想啊，啊，我明白了，啊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小孩搁那擦地板，你让他在那儿，你让他先在那儿。嘿，来吧，刚才那五杀没给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你大爷的，还前摇跟我，你过来了，嘿，我给你抡个大锤吧。还有谁？我看还有谁不服？谁？还有没有不服的？来，八十八，这个贴的稍微有点近了啊，这个。来吧。他这个前摇吧不明显，不明显。我发现不能让他找我，我得先过去找他。我们，我得先。这是个技术活了啊！我们躲在一处角落里，瞅你个损样！哎，还给我在这掠掠掠，亮牌是吧？还掠掠掠，捏捏捏，还给我在这，哎，捏捏捏，还掠掠不？还掠不掠？这明显很明显啊，兄弟们，这是有机关，看着吗？虚晃一手，很明显的机关来了。呀，我说啥来着？我都已经懂懂的了，把锤子拿了。在那扭屁股，还扭屁股啊！再扭，扭屁股还在那里。啊，我得拿锤子给他砸了。这不那什么吗？这不那个带走那小孩吗？哎呦我，
怎么也给拽死啊。哦，汤姆，小妹妹，你怎么知道是妹妹呢？我没看出来是妹妹啊，有可能是个弟弟。给妹妹一锤，锤着没了，过关了吧？这木头踩不折吗？这应该怎么办呢？跳到右边啊，上来上去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摇摇杆儿啊，把地上砸个窟窿啊。那把地上砸个窟窿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有什么意义吗？啊，踩呀！钢琴没了。现在啊，他要把我。来吧，他没你还过不去呢，这我一看呢，哎呦啊，这有个小孩儿啊，啊，在那玩呢，挺好，玩的挺好啊，玩挺好，对，哎，玩呢啊，对，玩啊，哎呦啊，还会这样式的呢，回头。看我是谁？哎，我给你抬手啊！这应该是开右边的，右边的锁。你要干啥呀？你又要勾引他一手啊？别着急啊，我先把锤子拿了。哎呦，我漂亮！我给你锤子，等会儿。你都解决了啊？那走吧。解决挺快呀，这。还能砸着了不？这。算了吧，那要这锤子到底是用干什么用的呢？我都没走。他们说妹妹是小的。那我把这
说把这个砸了呀，我看能砸不？不对呀，这上啊，这得呀。啊，拽拽拽！小戴，他小戴什么？他野区都让人抓了，我去救的他。没有我，他能单杀吗？他也不能。我想想啊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从这上。把这箱子给他推下去呗，这能拔开吗？快点过来，快点过来，给我拔一手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有瑕疵。那这箱子是干啥用的呢？那这个箱子为什么要推呢？进呢？这咋不进呢？啊，进。不是，这咋的了？这咋上不去了呢？抽搐了。不推他怎么上来呀？啊，老师钢琴弹得不错呀。我先尝一首，来再弹一首，老师。很明显啊，这个箱子是能推，这个把手也是能转的，但是我现在一转把手，老师就会发现我，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箱子推到特定的地方，明白了吗？来，老师您坐。坐来。我明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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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让我上去呀。这为啥呀？这啥意思啊？他怎么发现我的呀？我明白了啊，我明白了，我先想一想我怎么上去啊。我得用这箱子来踩上去。爬不回去，我得需要一个凳子。这老师的耳朵一会儿好使，一会儿不好使。啊，就这高度应该差不多了。哟，哎呦，害怕！哎呀，害怕！哎，他怎么发现我的呀？是我。早说呀！
快点弹啊。也就弹这一首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跑了。哎呀，你别害怕呀，你别害怕，没事没事没事吧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我这咋进去呀？我这我伤了。此时此刻如果有一个东西给他憋住，妹妹呢？妹妹呢？快点妹，快！他咋能生这么长呢？这么飞吗？他是吃了香蕉果实吗？结束了啊，嗯，没事。那会儿出不来啊，这等我吃个鸭舌缓一下。讽刺，看见没？不好好学习的下场。要好好学习啊，走吧。哎呦我这桥有点长啊。哎，真稳呐！我一看呢，我看这得上哪去啊？我们得从电视机上面上去。妹妹冷，冷就冷吧，我也没有衣服。那旁边有衣服啊，那不？哎呦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也没用啊，这意义是什么呢？爬墙？墙也爬不了，不看了，不看弹幕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我得想一想，我想一想啊，这个啊，但是这个也上不去左这边啊，这个没用啊，这推一下啊，啊对啊，得推一下啊，啊得推一下，但不对呀、啊。你推完这不过不去了吗？推一下这妹妹，
你先推，往前推啊！我看看能不能往前推，不行，底下轱辘只能往右推。啊，行，往前推。啊！哎呀，哈哈，哎呀，啊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！那肯定能。像一个银脸似的，怎么样？挺个鼻涕。这像不像那个孙悟空变的那庙啊？来吧，妹妹，给你来个罐头。哦，套个雨衣可以啊，套个雨衣。成就真正的色彩。谁的妹妹？就是一那个一。哦，你玩个一呀？我看过介绍。哦。啊，你扶我一手。这谁的帽子挺好的？给他拿走。这上不去吗？那从右边上，这也上不去。啊，能上去，我得踩它。看，先看这边能不能上啊？这边能上，那就行。这边能上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得给他过来开门。嗯，我得给他推走。那我也没有语音，他不给我整件儿。蹬呢，使劲儿啊！呀，没雨了，快进屋。几点啊？五点。我几点看呢？7:40，你真的能下楼就来了。啊。那门能开吗？把门能开，门开完。哎呦我操！天哪，还好他救了你。我看也没啥恐怖氛围，我寻思缓解一下气氛。这病床挺能吊啊！呀！哎呀，我忘摁抓了，他能跳过去，为啥我跳不过去呀？这确实有点问题啊！也不等我呀，这回怎么不救我一手呢？哎呀！
慢点啊，慢点儿，跳跳抓啊，带抓的。跳抓，他得抓得摁左键。摁一下，啊。电池，电池得安别地方吧？电池是吧？电池。开门。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你真的很聪明。那要不怎么你老公，我把他拽了，快点的，又没了，又没了，快使劲儿啊，使劲儿，不是推，不是推，等等我，这地方出不去吗？手电筒，按 E 使用手电筒，晃你，啊，我觉得还不开手电筒是不是吓人一点？这能吹开吗？啊，这回小孩过来把这小孩吃了，这种应该是存档点是不是？谁把小孩吃了呀？我呀。你能吃小孩呀？啊，刚才不有个小孩吗？小灰。那你为什么能吃小孩呀？你也是个怪物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是梦眼吗？收集啊，收彩蛋是吧？彩蛋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这咋整啊？我想一想啊，我想一想啊，应该是这个门啊，应该是这个门。这个门怎么给它打开呢？这是一个问题啊，应该是拿到这个。除草机不对啊，不对不对，不行啊，不能看。我想想，看看有没有能拿的东西。我怎么把手电撇了呀？我不想要手电筒，我有手电筒拿不了别的呀。啊，往右走就行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卡关了呢。谢谢我欠飞一的飞机。谢谢我欠飞一的飞机。谢谢两个飞机。谢谢两个飞机。谢谢老板，新年快乐啊。疯了疯了，往中间走吧。哦，刚才这轮椅上的老头没了。谢谢帮舅舅洗头的兽手，谢谢老板，老板新年快乐。啊，你不都说了吗？老板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！抬我一手，抬我，啊，不会抬呀？你这波不抬，啊，用它砸呗！嘿，
谢谢老板啊，新年快乐。快点让我调个电台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怎么调的啊，但我就随便调吧，这真的这是怎么调的呢？这是调好了吗？这没调好是吧？不是这个是怎么调的呢？这是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啦，这两个飞机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飞机啊。三次。啊，三回啊，明白了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飞机啊，感谢感谢，谢谢王大娘打小孩，新年快乐。明白，谁是妹妹？我进电视了，一会儿出来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这电视到底有什么用。哎呦啊，可可爱爱没有脑袋。先把他手给拿着呀，这拿不了吗？啊，拿不了，上楼吧。啊，上楼没用，一瞅上楼就是没用。首先我们得先去右边把两个电池给他拿过来。拉达，哎，这太露骨了，这，啊，这有什么用啊？谢谢你给的温柔一，谢谢你给的温柔一的飞机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啊，感谢老板的飞机儿，我也得进来吧，可能我是不是也得过来呀？这有什么用啊？哦，一看这熊啊就不简单，一瞅这熊，一瞅这大狗熊，一瞅就不简单。哎呀，他也拿个娃娃啊，来吧，你就放上去，把他放过去。哦，那里边有，你把它拿出来呀。不是，那有钥匙你不看见了吗？那你得拿出来呀。啥意思呢？我都给他拿过去看看。我都给拿过来吧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哎，我都给拿过来，看看里边 X 光里边都有什么啊，都给它拿过来。还有个这个，
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好，你们就都给我在这儿啊！这是个狗，还有没了？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个小鹿。木头有什么照 X 光的必要呀？这不是木头啊，这是鹿吗？这不是？还有啊？哦。能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吗？他们说给烧了。熊里也有东西啊，这熊里头就一个熊一个狗啊。不对啊，这里头都有东西啊，好像。那全烧了吧？啥烧去呢？谢谢，或许某些行为不叫恋爱。你怎么拿俩呢？来这儿吗？往这里走。啊！啊，往里一放，进去吧。你快点扔啊！你扔这么慢。谢谢飞机，谢谢爱肉嘛嘎达飞机，新年快乐啊！你看我的吧。烧这一下这不烫脚吗？这啊，有钥匙了，走吧。这烧这么短时间，不那就往里进，还是光脚丫，脚不烫的慌吗？谢谢99999小鸟虚音的飞机，谢谢小鸟虚音的飞机啊、哦，感谢。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，新年快乐。右边已经走过来了，我们现在有钥匙了。有钥匙，我上楼瞅一眼吧。不行啊，这个电梯需要两个电池，而我们现在有钥匙，钥匙到底是开左边的还是开右边的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应该是开右边的。哇，嗯，谢谢King机子的火箭，谢谢，感谢老板的火箭，谢谢King机子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，新年快乐，天天开心啊！谢谢老板的大火箭，万事如意，感谢。插个钥匙。这都谁的？是这么老些胳膊？阿磊应该上哪去呢？是上上面还是上下面？我瞅一眼啊、哦。能推吗？啊，不能推，但是能飞。游戏才刚刚开始，噩梦来了！哎呀，我天哪，还噩梦来了呢？他怎么？他还能给我起立了？他，我是不是得给他装个脑袋呀？这啥意思啊？听着，这咋办啊？给我露一手是不是？不是，那这咋办呢？现在，我还给你。我进来了，但是我出不去了。
这个没办法抬。跳上来，推门，应该是跳病床上，妈。然后呢？然后，然后跳。不对，哎呀，右边过不去吗？右边肯定过不去。哎，这能推不？啊，这能拉，啊，能拉不就可以了吗？能拉也不对劲，能拉给它拉到哪去呢？给他拉到右边去。谢谢999小鸟虚翼人的飞机。谢谢999小鸟虚翼人的飞机。谢谢，谢谢小鸟虚翼人啊、哦！感谢。我这个抬，我给他抬哪去呢？我给他抬他身边去，他自己能过来捡手啊？能吗？给你来，给你来两手，看来不行，抬门口呢，我试试啊，他们一直骂你笨逼，你想一想你到底做了什么，他们会骂你笨逼，我不知道啊。我感觉我这推没毛病啊，我这推我一跳，门一开，这不完事儿了吗？看来不对，但肯定跟这个箱子有关啊！谁别说话啊！谁别说话！从洞里钻吧，这哪有洞啊？没瞅着有洞啊！啊！哎呀！啊，原来右边有洞啊！哎呀，真是。那我搬的箱子也没问题，就整事儿啊，都别动。还用啊？还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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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一个滑铲。哇，这个手也能。这怎么钻不进去啊？手给我露一手，走位。我明白怎么打了啊！我已经明白了。他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个隔背，隔背甩飞了，我们走一手把隔背一捡。看来不对。之前说让去给妹妹，咋开门？我没法开呀，这得。这妹妹这关能过去吗？不知道啊，那没办法给他开，这咋给他开门啊？那门开不开？别扯淡了，这不可能是开门，这绝对是往底下一钻。我想想，能给开门吗？我看看上哪给他开门呢？别开了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啊，开不了，没有地方给开门，这关只能靠我们自己了，兄弟们，这关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这他妈这手这也根本他这不给。关呢？啊，这手只能在地上啊！个笨逼，瞅啥？
滴滴滴滴。哎，虚晃一手。嘿，开门，应该是往上爬，啊，应该还是往上爬。我差不多明白了。这里，还是往上爬，往上爬它就没有用了的。啊，原来你会爬呀！我操，你也会爬！别爬了！他不会开门，个笨逼！再见。别回头啊！别回头！别回头！别回头！快跑！别回头，谁也别回头！啊，又是往上跳，嗯，这应该还是往上跳。这跟这个手玩，我已经差不多明白了啊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得往上跳就完事了，只要往上跳，它就是个笨逼。哎，看着没，笨逼！嘿哇，小老弟，给我出来来，八十，我出来来，我给你打骨折，还得后跳的还，他有两管血，这我没想到啊。你不用你跑啊，你不用你跑，跑出来来，虚晃我，那能有用吗？还不死，单挑，我跟你说你别跑，拿下。拿到一盏灯，然后呢？能推开吗？这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咱先拿那锤子把门给砸了。80，走了，先把它撇出去啊！好，我们再出去。嗯，哎，往左边走吧，应该往左边走。我回来了，哎呀！别在那瞅了，我都回来了，快跟我走。玩的还挺开心呢，我一看呢。很明显我们不能插中间。哎呀，这咋直接给我来了个电池呢？对呀，那地上的电池谁的呀？哪个好心人？哪个好心人给整电池啊？谢谢好心人啊！我说这电池咋打不开，咋拿不了呢？哎，为啥电池拿不了啊？你走，我不要牵你的手。卡 bug 了，说这
卡 bug 了呢。那就应该先去左边，嗯，卡 bug 了。我也觉得应该是先去左边才能往下走嘛，对不对？才能把这个电梯给它打开。还差个电池，那我还得把那电池取过来，应该。那可是取过来，这门不关了吗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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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看来用速度肯定是不行啊。不是，现在我这地方过不去，我还需要个电池吗？这不是。哦，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对，你上来，哎，进。那就是你帮我拉，你帮我拉，你帮我拉，完事我过去。会不会玩啊？你那小袋的样子上哪去了？你给我上去，拉一下子，拉一下子呀。我进不去，他不让我进。那就不对啊，那就不对，那肯定这就不对，那就是这边来，抬我一手。哎，这就对了，这回对了啊。那这就是不对，不许吓唬人啊！拉闸，那、啊、你拉闸的时候它会动哎。啊。哎呦，灯泡没了，挺好啊。那它不瞎了吗？哎呦，这啥意思啊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！个笨逼！把手电筒关了啊！这能打开吗？看来不行啊，那说明我们得往前走啊！要开手电筒啊！我发现真不行，是真是不能跟看你们这。这你们都告我了，那我这还怕啥？我手电筒有了不无敌了吗？他们都怕光。人还挺多的，这医院人挺多呀。这生病啊，生病可不行啊。瞅什么瞅？瞅！再瞅，我看谁还瞅。哎呀，哎呀，看来我们一个人是干不过他们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快跑啊，快跑，能跑多快跑多快。
很明显啊，他们应该是怕我们钻洞，知道吧？哎，跑得好快呀、啊！我还得回头照他们，好像还得。这一波我们直接往左边那个门的地方走，然后跳起来啊！我都连手电筒都不用开，我说实话，我妈的，还是开一下吧啊，开一下。那毕竟俺们这小孩肯定是跑不过那大人的。我走了，往左边走。哦，别动，别动啊！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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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别动！哎，跑得有点快呀、啊，他们。手电筒感觉还是得开一下的啊，走，边走边转圈，嘿，你确定这能走到地方吗？啊，这不然围住了吗？你们别动啊，我动，好吧，你们别动，我动，好吧啊，嘿，这完了，这不行啊，这关灯不行，这玩意儿能不关灯更完这。走，这就得快跑，我觉得这就得快跑，你知道吧，这就必须就得快跑。哎，别动啊，别动，这小子怎么跑这么快呢，这倒着走，往后照。哎呀，你所想到的东西我能想不到吗？啊，你想想，这游戏没有办法倒着往后走啊，没有办法倒着往后走，没办法，信我的，这波就一遍过。啊，信我的，这波就一遍过，我已经知道到底往哪走了。啊，你看吧，啊，都这个怎么动了呢？刚才这个没动过呀。可以用方向键呢，早说呀！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这回明白了啊，这回明白了，可以用方向键。你怎么走那么快你啊？这明白了啊，看啊，明白了啊，已经明白了，看啊，哎，谁也别动，瞅着吗？哎，瞅着吗？哎，看着吗？哎，看着吗？看着吗？看着吗？看，别动啊，看着吗？看，嘿，再见。
现在上哪呀？有些控制不好控制，其实它不好控制，的确是挺难控制的，你知道吗？由于它是二 D 的，这不能一会儿那啥了吧？我一寻思啊，我一寻思。哎我操，我一寻思就得有人，你知道就得有人抓我，就得不过没有关系，我现在只要从中间走他们就抓不着了。明白了呀，慢点走，走快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是走快了，稍微慢点走。刚才还是薛飞是有点走快了，这是啊，薛飞是有点走快了。来，慢点走呗，先往右，再往左，走慢了。还是得快点走的。好像能滑铲哈。哎对，蹲着走啊这。哎，蹲着走不就完事了吗？哎我天哪，这是。我的天哪。我的天哪。小伙子。我的天哪，这谁呀，这谁，这谁，啊、哦、这是一个地方啊。谢谢快乐憨，还好像还是得开手电筒啊。哎砍扣键摁得我手都疼，摁得我小拇指疼。别动啊，别动，别动。哎呀晃没好使，没好使，没晃，没晃到。啃 Q 键摁得我，摁得我手有点疼，我这啃 Q 键真菜呀，蓝里汉一把过啊，一把过，我手有点疼，等缓一会儿啊，一把过，看好了什么叫一把过啊。啊，这个不算，因为我不知道蹲着还能被抓，前几回都没被抓，出 bug 了。
差不多了啊，来晃一晃它，来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，哎，你往左后边走，哎呀，往左后边走，这波应该往这波应该这个样子走，你知道吗？应该这个样子走，没走好这波啊，没走好，这波没走好啊，我的问题，我小失误了，我失误了一小下。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先这样，然后，哎，别动，你们都别动，哎，你也别动，你别动啊，别动，别动，都别动，完了。这该怎么办？往上爬，爬！哎呀，爬！给人爬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哎呀，好，拉电闸。撇肥皂。原来他们怕灯，我没想到啊！把这轮椅给我弄过来 ，OTT。这看来不是轮椅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这能爬上去吗？这也爬不上去呀、啊。这个屋子里面好像没有什么能动的东西呀、啊，那就只有肥皂了。肥皂箱，肥皂箱，把箱拿走，是不是箱子？是箱子能拿走啊？不行，这箱子只能往上爬，那要不就是这边这个箱子。啊！哎，我刚才是不是从这儿过来的呀？哎，不是啊，不是，这是啥呀？这是彩蛋呢？那这屋也没啥用哈，是吧？这屋应该没有用。那就应该是把这箱给他拿走。关灯，推轮椅，行。哎呀，动一下，动一下，试试。别动啊！我看着呢，还开灯，傻了吧？轮椅是我的。
完了，这指定全站起来了，这没有灯可够呛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灯可完了，我应该往哪走？我看看啊，别动啊，别动，哎，你也别动啊，你也别动，都别动，都别动啊，都别动，哎，都别动，哎呀，哈哈哈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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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也太多了，这。不行，不能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别不让人围住了吧？这也太多了，这有点人有点多呀，这往上边走吧，这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我靠！这。甩狙！啊！别动啊！哎，右边那个，右边那个，说你呢，右边那个。快跑！就这个地方，我知道了，就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过了就完事了。大闹天宫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吗？这不进人怀里了吗？这。转圈儿，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我再转一遍，刚才应该是我没有操作好，我得制定一个路线，我转的有点太快了也不行啊，转的稍微有点快了也是不行的。好，你还是转的不够快，那是这转的还是慢了哈，那我快点。不对，有的时候他跟不上我的那个什么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慢点转，就是我的这个按键按的太快了，薛微这有点，你知道吧，薛微有点按的太快，薛微按的太快，他有点没跟上我的那个步伐，没跟上他没跟上我，而不是我没跟上他，我是按的已经其实都已经挺好的了。哎，别动啊，哎哎哎哎哎哎，我溜了，别动，回来了老妹儿，把这个撇里边，嘿，你拽上，我是不是也得进去啊？啊，你把它打开，我就进去了。拿了好，这关没用你啊，这关我自己过的。
扎一扎。呀，把那块拿来了，插进去吧。过关了吧？通关了。谢谢我永远都在 A 加的办卡。谢谢我永远都在 A 加的办卡，感谢啊，谢谢谢谢。找着呢，差不多了吧？玩到这里差不多了，兄弟们。喜欢直播记得点上我们右上角关注，今天先这样吧，啊，玩到这里，先玩到这里。昨天不就到这儿吗？往右边走吧。后边发生什么我可不知道了啊。这一会儿这些人直接都起来了，咋整啊？啊！哎呦啊！你还没死？你大！还给我留了一手。不用你叫留一手啊，还留一手，我给你打这巴掌。你把住了，我这边问题不大。就你叫留一手啊？那手呢？那手已经完事了，那手。你不用，你不用，不用开啊！我跟他俩还没打完呢，不用跑啊，不用跑，不用害怕。我跟他的战斗还不止这样呢，我刚刚开始。得动！啊，要开呀！完成成就，还装死，装死啊？是装的不？原来是装的，还装。你走了，我伤着你，我告诉你。你离我远点，我跟你说，伤了你，还装死，再装。算了。谁呀？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个区呀。这是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。巨婴，巨婴。他在干啥呢？你完事儿，你完事儿，我还走呢。
他这能看见我不？看不见啊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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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等他，别等他啊，快走。我走哪你跟哪，是不是啊？这是蜘蛛侠呀，我一看呢。他走到那边的时候，我得过去。明白了啊。啊？这看见了吗？这？没有。真瞎呀！往哪边走啊？往这边走啊？拿玩具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我们慢慢来啊，我就不着急啊，我们不着急，知道吗？别急，别急啊，别急，看看他怎么杀人呢？有病啊，还看看他怎么杀人？他就把你拽住，你把你抓住呗，还能怎么杀人？闻啥呢？好，差不多。拿个小玩具，然后把它砸开。哎，我直接走吧。他现在这应该是看不见我。直接走过来啊。快藏起来！啊！快跑！快跑！跑什么跑？着什么急？俺们这么大点儿，他那么胖，他上哪追去？别急啊！爬，那人绝对是蜘蛛侠。拉手，有人让我多拉手，拉吧呢。这里拉不了。哎呦我的，啥意思啊？我明白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
这些板子里边一定有哪个板子它是那啥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是会动的啊。你看像右边这个板子咱就别踩，知道吗？咱就别踩，咱就踩前面那个。哎，往前面踩，有的板子指定就往下掉，知道吗？像这像这种中间这板子，你看没，就别踩，往前面走。一瞅这就是陷阱。啊，像中间这种板子啊，这也别踩，我们就哎跳，啊，什么意思？这是停尸房啊，这是。哦，从这边走。啊？把这拉着来，把我推进去吧，来吧，我一寻就得用它。哎，得要钥匙哈，那钥匙呢？啊，搁这儿呢。钥匙在这儿呢，但怎么拿到这个钥匙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现在应该要爬，往哪爬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好，我已经找到我的爬的路线了啊，我差不多已经找到了。谁动了？谁动他了一下？刚才这怎么爬过去呢？我想一想啊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拉这个。然后上来，爬上来，这那还得拽一下，可能啊，这不坏了吗？这啊，我明白了啊，明白了，先把它给拽出来。小 case， 简直小 case。拿到钥匙，完了，让他玩明白了。哎呀，我一眼弹幕没看啊，这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。开门，从左边爬到右边。很明显，你爬的路线不对劲啊！啊？怎么回事？你别跟我跳啊！我跳地方不对，我重新跳一遍。
哎，我这奇了个怪了，怎么回事？